还记得 NVIDIA 3000系列的时候，第一次华硕拿出了和猫头鹰联名的3070， Holy shit， 没有毫无意义的 RGB， 甚至可以说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多余设计。当我第一次把那张联名卡拿在手里的时候，震惊了。震惊的是，很难想象这张卡出自那个酷爱全家桶和 RGB 的华硕之手。之后的故事想必大家也就都知道了。当时的我赌上了切软之通，甚至还赌上了 CHH 的声誉，只是为了传达华硕和猫头鹰的联名卡原来能让显卡做到如此安静。虽说之后的3080来得稍稍有些滞后，但好在这一次4080并没有在产品的生命末期问世。当然我也早早听到了这一代的4000系列已经那么安静，散热那么优秀，不再需要什么联名卡的声音。别急，其实你对显卡的静音一无所知。这一次的联名卡依然还是相同的产品设计思路，5/8毫米热管加3/6毫米热管，在两个12厘米的风扇以及总长310毫米的长度内，尽可能的堆积散热规模。但和3000系列联名卡不一样的地方，这是在和 GPU 核心接触的区域使用上了成本更高的均热板以及逆重力热管，于是不同的显卡摆放方式从此不再影响显卡散热效能。同时改进的供电电感减少了被大家诟病的烧焦问题。最重要的，这张卡依然还是3000系列一般的长度，只不过厚度方面占用 4.3 插槽，意味着 ATX 机箱大都不在话下，但 MATX 可能就需要掂量掂量最后一根插槽下方还是否有多余的空间。这里我个人建议， MATX 机箱不光光是兼容性的问题，就算勉强兼容的话，无法给双12厘米风扇提供足够的进风空间，其实会影响显卡的散热效能，这样多掏钱买联名卡的行为实在有点得不偿失。
回到前面反复提到的联名卡那两枚12厘米风扇，我知道有人做过替换上其他12厘米风扇，或者直接说任何12厘米的风扇，最终获得的显卡3的效能也并无影响。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必要，因为华硕和猫头鹰的联名卡之所以能够安静，还是因为使用上了12厘米风扇中绝对第一阶梯数一数二的 A12。 举个例子好了，3080版的联名卡当时性能模式满载烤机1600转，精英模式满载烤机1100转。那么大家想象一下，无论是1600转还是1100转，普通的12厘米风扇会安静吗？风扇的性能表现是一回事，风扇在相同转速下的静音程度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不然华硕干嘛和猫头鹰联名呢？说了那么多，始终都要回到前面提到的悖论上，4000系列飞工已经都那么安静了，为什么还要猫头鹰的联名卡呢？这里我们就直接对比4080的散热聚强音，华硕自家的 Strix 4080好了。通过 CPU 加 GPU 的整机满载烤机对比，就能发现有了均热板和更为静音风量更大的双12厘米风扇加持，无论静音性还是风扇的实际转速，联名卡通通进一步超越了原本就无可挑剔的 Strix。 所以我们以为的天花板其实也只是刚刚开始，真要好好下功夫继续优化产品，始终都能完成自我超越。好的装机视频开拓我们的视野，虽然这一代华硕和猫头鹰的联名卡保持了原本310毫米的长度，兼容性有所保证，但占用接近5槽位的厚度要求，确实让联名卡还是乖乖待在 ATX 的机箱里使用起来更为踏实。除此之外，就是我一直千呼万唤的 Quad Max Black 黑化版了，请华硕请华硕和猫头鹰双方一起努力下，让这个联名版的魅力继续得到进一步的延伸，让风冷和高质感 PDIY 配件的魅力得到进一步的延伸。好了，这周的内容就到这里，让我们下周一老时间早上9点再见。